つもありのままで Do like it too just let it know Yeah we gonna stay forever youKiris 的甜美教主艾云，欢迎。
到这一个就知道他们现在非常的喘，你们很喘对不对？刚刚我也是一波一波的海啸不断的袭击，然后我一直在想说看谁在喘，所以我一直在听说看谁介绍的时候没有那个喘，那个喘息声。刚刚有一位突然消音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我觉得在中间。中间对有中间这两只突然消音了，我没有反正欺负年纪小的你哪好耍，所以我们马内对不对？是啊是啊，马内我刚移他一下，哎，应该就是你们平常是会这样吵架的吗？这不是吵架，你们有时候女朋友多多少少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秘密有吗？我们秘密不会，我们秘密感情很好。那电报女呢？电报女感情也很好。真的真的。那我们的 Key Luis 呢？感情也很好。真的吗？因为据我所知，你们是不同领域组成的团体，对吗？对。那你们平常都是怎么磨合的？因为一定，因为要一起练舞啊，一起唱歌，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摩擦嘛，会有争执吗？应该会。我们直接吵起来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跟婷婷这么有个性，吵架。对，我们常常吵架，但越吵感情越好。对，真的有时候就是越吵感情就越好，就不会放在心里。其实有时候直接说出来还是比较好。对啊，对。那你们像你们有没有最少根筋的在团体里面有没有最少根筋的？我们数到三一起指挥。好，一二三，哎，然后是不是你呼吸喘息声最大？我觉得是他。但他真的很喘的，但是因为你们这次带来的歌曲太有元气了，这样。没错，我要尽全力跳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然后刚好最反正怎么样，不好的东西都先指你。因为他是忙内，会不会你们在欺负他的感觉？没有啦，有吗？没有啦，他们对我很好。他们对你很好，骂过吗？还是怕就是你等一下下台的时候会被捏？还是导演在耳机里教你这样讲？那你们下一首呢带来的表演要不要介绍一下？好，我们下一首歌是我们就是阿庆老师帮我们写的新歌，叫做《苏醒》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公开，就送给大家了。哇！那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他们。下一首演出，欢迎 Kiris K I R I S。
谢谢，谢谢。果然是用尽生命在跳，是，在每一段都特别的喘。